啊，我们跟讲点严肃事情了。嗯，今天下午发生事情，我们搬的时候发现我们每个人都尽自己最大能力去搬嘛，因为这种事情感觉有可能也是我们这辈子最后一次做，只有来农村才会经历这些东西，能改变自己嘛，你说对不对？以后我们要是分配个人的小任务的时候你怎么办？你就没有任何人可以依靠了。我们搬是为自己搬的，你知道吗？如果你一直少的搬的话，我们三人力量也是有限的，对啊，再多你一个人你也就是很认真的搬的话，我们搬的就快。我们四个人就是一种动力，你知道吗？每个人都是动力。对，所以说今天这事情以后你不要觉得我们跟你关系变差了怎么样，根本没有，我们都说了我们只是对事不对人，就是这事情经历以后我们还是好兄弟，我们还是好兄弟。我们男孩子就这样子，有什么事情说出来别闷在心里。阿杰，女孩子还是可以的，是不是？可能是吧，还是爱爱我。哎，那就行吗？请问你是那个变形记的高音王子苏子熙吗？我想听你唱日语歌。什么？你别笑。真的是人才啊！想一下。